熟了，快来吃哦！真的？哎，你觉得它熟了？是熟了呀，这么甜，我多摘点，等我寄点给灰灰吃。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。王师傅，您在这先摘，我过去一下。云很轻，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。喂，妈。儿子，你有动办法啦？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是我们那草莓，我吃牙齿都要酸掉了。他只是说很甜，他说要给你摘点寄过去。你看嘛，现在一直还在摘呢。你叫他先别寄了，东作我放下，准备回家了。好哦，你顺便去奶奶家扎只卤鸡回来。雨霞，快回去休息吧，都弯腰摘这么久了，我来帮你摘。没事的，婆婆，我还能多摘一点。听话，快回去休息。好吧，婆婆，那我回去把衣服洗了。哎，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叫你去休息就休息嘛，啥也别干。好吧。这就对了嘛，好好休息啊。嗯，还有这都快到冬至了，你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。哎呀，奶奶，你家吃玉米的土鸡卖给我一只了。你让公高兴了，是不是？我老婆都怀孕了，我能不开心吗？恭喜恭喜，你就做嘛。好啊，谢谢奶奶啊。帮我扶你一下吧。雨霞，你除了想吃酸枣面还想吃辣的吗？吃啊，但是我吃辣的很容易长痘。哎呀，这酸的辣的都喜欢吃，该不复白的是浓红的害怕。妈，雨霞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不会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还提个一只鸡。这不马上冬至了吗？我肯定得回来团圆呢。你这瘦小子，你看你这才多久没见，怎么憔悴是这样了，都瘦了。哎，这不最近赶工期嘛，天天加班。老公，你辛苦了，来吃草莓。咦，我现在还不想吃。吃一个嘛，很甜的。这明明很甜的呀。不，那我帮你一起吧。不用，你好好休息就行。再休息啊，我就变成猪了。那你帮我生火吧。好。下个巷口，爱人早晨，寂静所有，才能来一份寻常温柔。只是寻常岁月时，书写风花雪月时，爱你的每个秋日。爽啊，来，王媳妇吃个鸡腿。婆婆，我不想吃鸡腿，灰灰你吃。好，我吃。雨霞，鸡腿好吃，你试一下吧，试一下很好吃的。那我等会再吃吧，我先吃汤圆。王媳妇，多吃点卤鸡，这个很有营养的。